帮我处理尸体。 我不敢！你不敢？妈的，平常讲话这么臭屁，现在你说你不敢？你不是想发财吗？帮我处理尸体，处理完之后，我保证你以后不用再担心钱的问题。 不要了，他对我很好，他也对我很好，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，你已经跟他扯上关系了，我告诉你，跟我一起把他抬到房间去。 今天发生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。